B 哥哥钟镇涛呢日就出席电影首映礼 ，B 哥哥即将就要举行演唱会啦，女女中意当然都会上台做嘉宾啦。咁唔知到时佢又会有啲咩演出呢？佢话要唱英文歌，咁我话英文歌都得，但系咧我要你英文歌唱第一句，人哋就知噶啦。咁例如咧，一定好熟，例如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， 咁当然佢唔会想唱 Jingle Bells 啦吓。咁要有咩歌系令到一句人哋即刻知嘅咧？咁佢會俾個歌單我揀。另外提到一代才子金庸嘅逝世 ，B 哥哥都覺得好傷感啊。咁我以前亦都係絕對係佢 fans 啦，我哋中國人我諗有一大半都係佢 fans 睇嘅武俠小説啦。咁亦都演過其中一個角色嘅，咁我演過絕情谷主啊，咁就好一個係一個好，我覺得係一個中國嘅好偉大嘅一個人，係影響曬我哋呢一代。佢有到現場，佢一問，佢一見到我，佢好清楚嘅。佢問佢：咦，你應該單眼嘅喎？我係，但係嗰陣時未俾人打麻。